何？あれで、うん、どうしよう。いちごだったら女の子で、うん、バナナだったら男の子な。OK。はい。おわからん。もう全員わかるな。いちごだったら女。うん、これだったら男。うん、OK。元に味してるな。元に何の味してるな。うん。うん、ああ、わかる。看看这是什么口味的啊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跟老婆来医院啊，现在在休息区，然后知道宝宝的性别了。老婆给我一块巧克力，说如果是香蕉味的，就是 banana de otakuena，草莓味的是 omna。让我现在吃一吃啊！啊，四人咬上大，嘘的笑，嘘的笑。味わかった？バナナっぽい。正解。男の子。大家看老婆笑得很甜。何で満足？其实啊，已经猜到是男孩了哈。然后。我妈也说是男孩，结果真的是男孩。啊，当然了，好像当父亲的更喜欢女孩啊，老婆喜欢男孩，说这样就不会抢了我对她的爱。妈妈你有呢？妈妈你们有呢？然后今天也有个体检哈，然后老婆的体重这个月增长了2公斤，然后大夫说2公斤还是可以接受的哈，但是如果比2公斤再胖，可能就需要控制一下了。然后他给了一张纸哈，然后上面写的就是这个孕妇啊，就是到孩子出生可能增长10公斤前后是正好的。他说老婆这个速度下去，每个月增长1.5公斤是正好的。可能前几天去老姑家哈，老姑家的伙食太好了，并且不需要做家务什么的，体重就上涨了，我也长了1公斤。啊，撮ってるからいてもいいよ。嗯，俺もおばあちゃんも俺のママも全部男かなと思った。嗯。軽く言った。うん。あ、絶対言いたかったな。刚到家哈，然后丈母娘把那个摩托一接走了，然后摩托一今天跟他二姐去晋港他姥姥那里，原本是小姨子跟二姐去哈，但是这不小姨子快生了嘛，然后大夫就说你就别走了，就在家好好休息吧，所以说就老婆跟他去姥姥家待那么2-3天。然后丈母娘今天刚见我第一句话哈，就是知道宝宝的性别了嘛，然后我告诉是男孩，然后丈母娘也很开心哈，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或者美好的白天，也希望大家能够点赞关注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是小金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